刚又被绿了，咬的很难受，被女人打死了。被女人打死了，强度太高了，兄弟。被谁虐了？你去感受一下就懂了。明天你明天直接扣个一，好吧，你就懂了。这样嘛，你去舔着 B 点要个队长嘛，对吧？我大不了队长。现在在 A 加选手，应该是最高的分段，好吧 ？A， 注意 A， 那应该是最高的，没人有你高。我检查了一遍。皮鞋，你妈打个 YB 都那么吃力，兄弟。啊，皮鞋打 YB 都要垫底的，这个。水分他妈有点高了，说实话。哎，这样吧，今天再让他们十二点来训个练，搞吧。我今天好像不行，明天吧，明天约一下他们十二点，几个训练打一下。兄弟，皮鞋不是乱杀吧？打 YB。我打 YB 杀的还行吧，也不少吧。不是乱杀吧？对啊。说实话，整个主要在给你搭舞台，好吧。皮鞋贝塔利亚零杠七，对啊，昨天一杠九，今天零杠七，兄弟，你被塔利亚一杠九零杠七吗，兄弟？别为什么你连塔利亚都打过？你打了你就知道了，你别问了呀。斗鸡今天被打了，打了个一杠六，好吧，我别的我都不多说了。被谁？塔利亚。塔利亚这么厉害吗？不是，塔利亚是用步枪杀你们，还是用冲锋枪？步枪、冲锋枪都上。爹，你是那个局的集选吧？一等吧。一等就是一选是吧？我今天把身价成功打成了快二等嘛。我跟峰哥打了两天，兄弟。我去的话是不是你们最菜？你应该也是一等吧，峰哥？不是，升哥。我是一等嘛？你应该是一等吧？孙正，你妈太变态了。他分几档？一档、二档、三档？四档，他分四档。差不多一二三四，因为他是一个队长嘛，然后选四个人啊，就分四档。哦，我应该在三点五到四档。不不不，你肯定是一档，肯定是二档上，好吧，不能说好吧。啊，最佳什么档？二档上，为什么？啊，但是说实话，这个虽然你是最佳，但是我感觉你的实力起码有二档。二档不太好听，就你第二轮肯定是要走什么档？我看图好吧，有个图不太会玩。像那种老三张你应该都会了。老三张还没问。涛哥，明天你会被女人逮捕吧？他们那个局打太早了，我起不来。哎，你们几点打的？今天四点。今天其实你在的。四点其实我两点多就醒了，但是我后面又睡了一会儿。你两点多就看你想不想打嘛？你想打一遍也能。但是两点太早了，我说实话太困了，玩不了。他们打就红包局吗？对你来说小卡拉米啊。好像是第四名给第一名，第三名给第二名是吧？二一就跟之前一样呗，二一。我记得我之前打跟你们混了几把，都是第三名，还可以吧？减一，很他妈稳定，兄弟。他们那个当地人也打什么？打完了吧？好像。他们还有休赛期。休赛期，不主要是上海没人要来了，应该要打 CS 宝可梦了吧？峰哥说他要搞个那个什么鸡巴。就是 DOTA 跟 CSGO 双修，好吧，选的人不能动。双修吧。那天我选了个班子，兄弟打 DOTA 二无敌的，那打 CSGO 直接拉胯了，兄弟。高手，有个高手在里面，太变态了。天门人，兄弟。孙正，我操你妈，太变态了。有没有听力分比我高 ，CSGO 打得比我好的人 ？AQ CSGO 什么水平 ？AQ CSGO 好像不太行的吧，我记得。应该没你厉害，是吧？我也感觉他玩的应该挺时间挺短的。别急，那个我等下等我分数超过你就有了。刷星球，你分数不可能超过。给个免费的点赞和关注吧。